今天讲一部关于西部牛仔的高分电影。本片是第八十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，而它也是科恩兄弟名声大噪的开篇之作。如此耀眼的光环还不止于此，接下来的剧情和演技绝对能让你更加震撼。故事发生在1980年德州的边境小镇，这里地广人稀，民风彪悍，据说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遭遇激烈枪战。男主老罗是一名退役的越战士兵，尽管已经远离战争，但他还保持着一贯的严谨作风。男人咒骂一声，缓缓起身，然后习惯性地捡起了弹壳。从这个不留痕迹的动作可以看出，老罗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。沿着刚才羚羊游走的路线，猜测受惊的猎物不会跑太远。这时一滩嫣红的血迹出现，老罗立刻意识到还有其他动物，敏锐地查看周围的情况。苍茫的戈壁中果然有一只猎狗，想到平时在这里打猎的人只有自己，于是老罗朝着猎狗的反方向走去。翻过山岩，一处平坦之地竟然出现了惨烈画面，荒芜的沙砾中停着几辆车，且旁边还躺着几具尸体。随后小心翼翼的老罗持枪踏入了现场，从对峙双方的武器不难判断，这里应该是两个黑帮的火拼。听到声音，打开一扇车门，有个垂死的墨西哥人还在喘息，只见他腹部中弹，嘴唇干裂，哆哆嗦嗦中想要一口水喝。老罗见状没有表露丝毫情感，他知道此人已经活不成了，果断地转身离开。老罗又在车后发现了大量毒品，看到这里再也明显不过，现场必然是两个黑帮在做毒品交易，然后黑吃黑发生了枪战。众所周知，有货必然有现金，可老罗找了许久也未见半张钞票。猎人的直觉告诉他有人逃了，而且肯定是拿走了钱。一念及此，来到附近搜索，果然在一个树荫下看到了人影。出于谨慎，老罗没有贸然上前，而是不动声色地盯了两个小时，等到确定对方一直没有动静，老罗才敢慢慢地靠近观察。树荫下的男人已经死透，左手边还放着一个大箱子，麻利地将对方的枪占为己有，然后查看起旁边的箱子，里面装满了百元大钞，目测足足有200万美金。这些钱即便是放到现在，也自然是令人啧舌的巨款。当天晚上，老罗趁着夜色悄悄回到了家。虽然他是一名战功赫赫的退役兵，但住的房子却是租用的简陋设施，可想而知这笔钱十分刚需，所以接下来的老罗也必然不会轻易放手。深夜，老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脑子里忽然想起了白天的墨西哥人，或许是良心上的不安，他决定去给那个垂死的人送水。What are you gonna do? I'm fixing to do something dumber now, but I'm going anyways. 来到白天的火拼现场，老罗将车子停在了附近，等到走近要救的那个人，岂不料对方已经被人爆头。很明显，自己在这之后又有人来过。下意识的回头观察情况，一辆突然出现的皮卡正朝着这边赶来，情急之下慌忙跑路，可两条腿的速度显然比不过汽车。因为实在是已经走投无路，老罗也不得不跳进了小河。对方见状无法继续追赶，于是果断放出了一只猎狗，顺着湍急的河流向下，老罗很快消失在了敌人视野。此时紧跟其后的猎狗非常执着，似乎是不抓到目标绝不罢休。上岸后的老罗急忙掏枪控水，然后迅速重新装填了子弹，在猎狗下一秒扑过来的同时，老罗也恰好完成了射击动作。回到家中，老罗将情况如实告诉了妻子，并坦言自己把车子丢在了现场，眼下毒贩肯定会顺藤摸瓜查到地址，所以妻子必须先回娘家躲起来，而自己则要留下来应付毒贩，等到事情稳定一段时间，他们才能安然地逃脱危险。第二天，老罗送妻子坐上了回娘家的大巴，然后再准备到附近找家旅馆，他要留下来引开追来的毒贩，以此确保自己和妻子的安全。与此同时，小镇上来了一名奇葩杀手，但出事不利的他却被警察抓获。杀手的武器是一个氧气瓶，这让办案的小伙百思不得其解，随即来到最近的警局。可当警察汇报案情时，杀手却悄悄摸到了身后。无论警察怎么挣扎，但一切都是徒劳。杀手面目狰狞，用尽全力，显然是已经下了死手。随着地上的划痕越来越多，警察也渐渐没了气息。这个杀手名叫安东，他在业内算不上大佬级别，但却是使用手段中最狠的角色。逃离警局后，拦下一辆车子，安东想杀个路人换辆福特。无辜的大叔一脸困惑，殊不知他的生命已经到了终点。安东常用的武器是一个氧气瓶，这东西不仅能完美掩饰危险性，且还能杀人于无形，通常普通人很难察觉。况且安东给人的感觉又是十分礼貌。What is that for? Would you hold still, please? 在随机截获一辆车子后，安东来到了附近的加油站，付账时老板随口问候了一句，可安东听后却大为光火，他质问老板：“你为什么要问我？我和你很熟吗？”此话一出，让老板意识到问题，眼前的男人要么是神经不正常，要么就是故意找茬。为了避开不必要的麻烦，
老党换话题说我们要下班了。安东继续问你们为什么要下班，是因为看我不爽就要打烊吗？面对安东的刨根问底，尴尬的老板再次无语。虽然这个男人看起来很普通，但难掩的杀气却让人窒息。这时安东拿出一枚硬币，然后让对方猜测正反面。奇怪的举动吓坏了老板，殊不知他已经陷入了一场豪赌，而赌注就是自己的生命。听得出男人的口气不是命令，可感觉就是不猜不行。见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老板试探性的选择了正面。幸运的是，老板赢得了生命，安东也只好失望的转身离开。同一时刻，老罗找了一家旅馆安顿下来。现在的他要考虑如何脱身，并且完美的把钱拿走。看了看头顶的通风槽，于是果断的将钱箱塞了进去。做完这一切后，老罗给受伤的脚喷了喷消毒液，然后到商场买了一双新鞋。等到再次回到旅馆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。老罗发现院子内有可疑车辆，随即想到毒贩可能找上了门。出于谨慎，他让司机继续开车，不要停下。紧接着看到房间的窗帘被人拉上，没有迟疑，老罗让司机立刻驶离此地，他要明天白天再来看看。深夜，安东出现在了火拼现场。原来他来小镇是受雇于毒贩集团，目的是为了找到失踪的200万。先是摘掉老罗的车子识别牌，然后又看到了关于钱箱的追踪器，眼下能根据识别牌找到是谁，继而再根据追踪器就能完成任务。谈话间，安东猛然掏枪，并以迅雷之势杀死了毒贩派来的助手。在他看来，单凭自己就能搞定，其他人都是多余的。次日，查到地址的安东来到老罗的家，他先是礼貌地敲了敲门，见无人回应后便直接破门而入。屋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影，但门前却有几封信件，其中有一个是话费的催缴账单，而这也为之后留下了隐患。安东看起来丝毫不慌，他打开冰箱拿出一瓶牛奶，然后坐下来开始思考老罗的想法。片刻之后，安东来到租赁中心询问老罗的去向，可值班的胖女人却声称无可奉告。 Where does it work? Did you not hear me? We can't give out no information. 通常情况下，安东必然会杀了女人，但他是一个有原则的杀手，也许是因为胖女人坚持了信仰，所以才侥幸逃过了杀身之祸。与此同时，小镇的警长开始追查安东，因为他不仅杀了警察，之后又杀了路人，抢了一辆福特。紧接着，警长收到情报，赶到火拼现场，只一眼就认出了老罗的车子。看到现场还有昨晚的新尸体，那么眼下唯一的线索只有老罗。事不宜迟，来到老罗的房子，警长发现门锁已经被人破坏，小心翼翼地走进房子，而房间里自然是空无一人。此时的警长猜到杀手来过，内心不禁萌生了一丝恐慌。现在越是靠近目标，越是能感受到恐怖如斯的死亡气息。警长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恶魔的对手。同一时刻，老罗购买了一把来福枪和几根帐篷杆，枪是用来防身的，可帐篷杆是用来干什么呢？准备妥当后，再次来到旅馆，老罗让柜员拿出了这里的平面图，因为昨天订的是138号房，那么现在要订下相反的38号房。看似两个没有关联的位置，实则是他们的通风槽是相连的。从这里不难看出，老罗是一个极度心思缜密的人，每一步既在意料之外，也同时在掌握之中。利用买来的帐篷杆做成钩子，老罗要借此把钱箱拉回来。恰在此时，在小镇转悠的安东发现了线索，依据追踪器的频率，目标一定就藏在眼前的宾馆里。狡猾的安东不动声色，他先是观察周围的情况，并很快确定了箱子就在138房间，随即来到前台看了看平面图，然后果断定下了最近的一间。他的目的不是在此休息，而是用来模拟如何精准杀人，从破门而入开始演练，猜测会出现怎样的危险。熟悉房间的布局后，再丈量下墙板的厚度，并计算出子弹能否穿透。如此谨小慎微的杀手，难怪让警长也心生胆战。随后，安东脱掉鞋子开始行动，一手提着氧气瓶，一手握紧了枪头，猛然间撞开138房间，埋伏的敌人则瞬间被打得七零八落。他们本来要等老罗上门，却不料迎来的竟然是死神。当干掉最后一名敌人后，安东不禁对雇主感到了不爽。目前至少有两支队伍在找钱箱，而这也说明了老板没有原则。仔细搜查房间，但并没有得到有用的线索。缓缓抬头，安东发现通风口有打开的痕迹，使用硬币拆开挡板，上面果然出现了明显的划痕。原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安东也意识到目标不是一般的棘手。稍后时分，贩毒集团认为雇佣的安东已经失控，于是请来了业内的顶级杀手卡尔。他的能力众所周知十分出众，但听到还要对付出现的安东，卡尔的表情瞬间起了一丝波澜。眼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任务，可到底谁才能拿到钱箱呢？当天晚上，一路逃亡的老罗入住了新旅馆。出于安全考虑，他多给了前台一些美金，表示如果再有人入住就第一时间通知他。此时的老罗身心疲惫，他
他本想好好休息，可思来想去总觉得不对劲，为什么自己考虑了一切，但行踪还是被人发现了。下意识地打开钱箱查看，其中有一沓竟然是1元美金，并且里面还放着一个追踪器。恍然大悟的老罗明白的同时，楼下也传来了动静，赶紧给前台拨打电话。回应的忙音则说明了一切，猜到赶到的杀手就在门外。于是老罗果断端起了来福枪，关掉灯光，楼道的亮光立刻映射了人影。外面的敌人似乎很狡猾，他突然将所有灯光关闭，紧接着只剩下了可怕的安静。仓皇跳窗的老罗身中一枪，他见后面的杀手没有追来，随即拦了一辆过路的汽车逃跑。然而倒霉的路人还未理清头绪，下一秒就被杀手爆了脑袋。情急之下的老罗没有办法，硬着头皮发动了车子。或许是老罗身上有伤，车子没走多远便撞到了路边。赶到的安东上前查看，他以为目标已经身亡，可看到血迹才明白中了埋伏。老罗连续开火乘胜追击，但还是让安东逃离了现场。虽然没有清除障碍，不过猜测对方必然受了重伤。没有过多纠缠，老罗提着钱箱来到了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，因为腹部中弹流血过多，接下来再不治疗恐有生命危险。迫于无奈，老罗只好找到一处地方，然后将钱箱抛到了旁边的草丛里。这时对面走来几个小青年，于是老罗掏出钞票买下了他们的外套，还顺便要来了一瓶啤酒，把伤口包裹严实。再趁着昏暗的灯光，老罗装作酒鬼混进了墨西哥境内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老罗恍惚中看到了一支过路的乐队，当即毫不犹豫地掏出钞票求救，而这也终于让他活了下来。第二天在医院醒来的老罗看到了一张陌生面孔，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卡尔找到了他。从这个细节不难推测，卡尔的行动力丝毫不逊安东，这个男人已经通晓老罗的一切，包括他妻子的藏身位置。卡尔坦言，只要你乖乖交出钱箱，那么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。老罗谎称已经花光了钱，表示不要再来骚扰他。卡尔见状告诉老罗，既然我能查到你的妻子，安东同样也可以。如果你想保全自己和家人，不妨打电话通知我，我就在你对面的旅馆里。离开医院，卡尔沿着老罗的踪迹查看，猜测受伤后的目标肯定会藏匿钱箱。几经辨认，果然在边境的草丛里发现了线索。此时的卡尔没有立即行动，他想到了晚上再过来拿取。与此同时，安东的大腿受伤严重，但他不敢去医院治疗，想到药店有自己需要的东西，于是悄悄拧开了一辆车子的油箱，将沾满汽油的布条点燃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走进了药店。这时的汽车突然发生爆炸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引到了外面。趁着现场混乱的功夫，安东赶紧拿走了一些急救药品。回到住处，安东铺上塑料布，防止治疗时血迹污染地面，紧接着对伤口清洗消毒，最后又给自己打上了消炎药。几小时后，回到旅馆的卡尔察觉身后异样，回头一看竟然是安东，猜测是自己行动时暴露了身份，但事已至此也只能面对。就这样，两个骨灰级别的杀手开始对话。卡尔很清楚安东的作风，当即请求不要杀自己，并交代已经发现了钱箱的位置。安东说自己不在乎钱箱，他在乎的是老板又请了其他杀手。听到这里的卡尔已然明白，眼前的男人绝不会放过自己。 You go to hell。 这时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，卡尔的生命也宣告了结束。电话是老罗打来的，他已经想通了，要和卡尔妥协。听到接听的人是安东，老罗瞬间紧张了起来。两人周旋了这么久，这是第一次隔空对话。安东告诉老罗，如果你把钱箱带来，那么我可以放过你的家人，但你本人还得必须死，反之所有人都活不了明天。此话一出让老罗气愤不已，本要放弃的他立刻改口，发誓要和安东死磕到底。走出医院，老罗穿着病号服想重回美国。在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从美国出境宽松，但要入境美国却十分严格。幸运的是，老罗凭借退役士兵得以通过。他先是来到商店买了一套行头，然后找回了草丛里的钱箱。为了确保妻子的安全，老罗打电话让其到指定的旅馆碰面，只要妻子拿到钱箱远走高飞，自己就能留下来专心对付杀手。另一边的安东并不着急去找老罗，他首要任务要将雇主干掉。来到贩毒集团的老巢，安东没有言语直接开枪，曾经辉煌的头目尚未反应，瞬间就被轰得灰飞烟灭。望着地上不断抽搐的老板，安东的脸上没有丝毫波澜，他痛恨没有原则的人，既然找了自己，又为何要派其他人呢？一旁的会计早已吓傻，他哆嗦着请求不要杀自己。安东问他刚才看见了什么，会计立刻说什么都没有。对于如此没有原则的人，他的下场自然可想而知。稍后时分，安东在找老罗的路上车子坏了，
但有个好心的养鸡人停下来愿意帮忙。一向爱干净的安东非常礼貌，自然是杀了对方又抢了他的车子。同一时刻，老罗的妻子担心丈夫的安危，于是悄悄把行踪告诉了警长。警长听后愿意提供帮助，殊不知此举并没有任何作用。随后妻子按照约定如期去找丈夫，可行至半路又被其他黑帮盯上。不幸的是，碎嘴的丈母娘还被人套出了目的地。等到警长率先赶到老罗约定的地方，一帮更提前的杀手已经行动，他们没有找到钱箱。不过倒霉的老罗却命丧在了旅馆。当天晚上，妻子赶到了案发现场，可她只能望着丈夫的尸体哭泣。负责调查的警员告诉警长，他们没有找到所谓的百万现金，就连老罗的身上也只有几百块钱。警长对这个结果心生疑惑，猜测钱箱已经被人拿走。深夜，警长回到老罗出事的旅馆，直觉告诉他钱箱可能还在里面。当看到门锁是空的，下意识猜到杀手就在附近。事实上，安东正躲在门后蓄势待发，深知自己打不过杀手。警长在门前犹豫了很久，或许是职业所在，警长还是选择了进去。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而洗手间的窗户被打开，这说明杀手已经从后门溜走。见此情形的警长舒了口气，既为没有遭遇杀手感到庆幸，也为没有抓到杀手感到自责。抬头看见房间的通风口被打开，而挡板的旁边还留下了一枚硬币，由此不难推断，老罗一定是将钱箱又放进了通风口。可这次的安东却识破了他的把戏。一晃几个月后，老罗的丈母娘患病去世，伤心的妻子则失去了所有亲人。影片到这里或许该黯淡落幕，但实际上才刚刚开始。回到家的妻子发现了不速之客，原来是安东找到了这里。其实妻子心里早有准备，她不认为事情会这么容易过去。女人告诉安东，那个钱箱根本不在这里，自己身上也没有多余的钱。安东说来的目的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兑现之前的承诺。因为当初他跟老罗说过，如果胆敢违背意愿，那么所有人都活不了明天。听到这话的妻子突然有些悲伤，她平时善良的连蚂蚁都要躲着走，可现在竟然落到了这般田地。安东说，你的善良与我的原则不冲突，不过出于同样的善良，他愿意让女人用猜硬币的方式赢得生命，而这也算是安东最后的仁慈。妻子见状言辞拒绝，因为杀或不杀最终是由杀手决定的。这下让安东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能一遍又一遍的催促。几分钟后，安东打开房门，然后看了看自己的鞋子，这个举动无不表明结果，有洁癖的男人必然是杀了女人。驾车离开小镇时，以原则自称的安东遵守交通，岂不料被闯红灯的无名小背上了一课。惨烈的车祸非常严重，安东浑身是血，踉踉跄跄，胳膊还被撞成了骨折。有两个小男孩跑过来帮忙，安东则掏出钞票买了他的外套，此目的是为了吊住胳膊，还顺道告诉男孩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在警察赶到现场之前，安东一瘸一拐地逃离了小镇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该片被誉为老无所依，但观影之后却无法找到头绪。仔细回想，从头至尾的剧情其实没有真正的主角，没有帅哥靓女，没有经历磨难后修成的正果，坏人也没有就地正法。特别离谱的是，本片竟然连个背景音乐都没有。坦白来讲，观后感就像抛硬币得到的结果，没有人可以准确描述。其实本片讲的就是一种无力感，无论是谁都无法逃脱命运巨轮的碾压。